家好，欢迎收看不补不罢，我是不罢。今天是2月2号，台彩牛年最后一波新刮卡在今天推出了。这次推出了五款刮卡，分别是超级麻将、超级777、招财进宝、财神报道及牛运当红这五款。新年前的刮卡大爆发终于来到最后一批。今天因为工作的关系，所以上片速度比较晚，先跟大家抱歉一下。第一款先来看到的是财神报道，中奖率有 31.05%， 每张100元，头奖80万，共有6张。这款的头奖在百元款里算高的，而且它的奖金金额分得很散，共有13个，造成500的张数也将是一本只有1-2张。财神报道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英文代码是 XEG， 所以是没有中的。第二款来看牛运当红，中奖率有 50.01%， 每张100元，头奖5万，没有听错，头奖就只有5万，共有100张。不确定之前台彩有没有出过100元的 50% 中奖率，印象中是没有。这款的配法实在有点不知道如何说它，一本里各有50张中及不中的，但中的50张里约有47张100元，1-2张200元，等于只剩2张左右会中到其余奖项。若要拼大奖而不是中奖的，这款真心不推。牛运当红整理完了，看到它的英文代码是 HUN， 刚刚一开始就刮到了100块，所以这一张中100块的几率就大大的增加。第三款看到的是招财进宝，中奖率也是 50.01%， 头奖10万，共500张，200元款的也推了个 50% 中奖率的，这款的配法就比100元那款的好多了。虽然安慰奖的张数也是高达约36张，但比较下来后，真要拼高中奖率低头款的款式的话，这款的期望值相对比较高。要注意的是它成本也多了一倍，还有 50% 中奖率并不代表这张不中下一张就会中，也是有很大机会连续吃亏的。招财进宝看到它的英文代码是 EON， 所以是没有中的。第四款几乎是年年过年都会见面的超级777，中奖率 30.14%， 头奖200万，有6张。这款的配法算是这期里面个人觉得最不错的，虽然中奖率不高，但一本千元级以上的奖项至少就有4个，其中还包括了一张2000、一张1400的。因为个人认为至少要中到千等级的才比较有中奖的 feel。
看到超级777，它的英文代码是 TWO， 中了游戏室这里200块。来到第五款，则是隔了一年后才再出现的超级麻将，每张500元，中奖率 40.67%， 头奖有500万，共有7张。这次新年款最后一款高面额，结合深受不少人喜爱的麻将图样，搭配对符号的延长型玩法，加上年节气氛，还有按奖金结构来看，每本至少有一张5000奖项，是这次新年款里500元面额 CP 值最高的一款，有兴趣的可以小买来试看看。
超级麻将来看到它的英文代码是 FIV， 所以这一张中了第四局，这里六条500块。2月2日新上市，所有刮卡皆测试完毕了，希望大家还喜欢。新年前台彩的刮卡大爆发终于告一段落了，再过一个星期左右，农历假期也要到来，在庆祝年节的同时，也别忘了防疫措施，才能开开心心过好年。最后，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，祝各位百瓜百中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请记得订阅、点赞及开启小铃铛。感谢收看《不补不罢》，我们下支影片见，拜拜。